球又抄到了，对，掉篮底下啊，丹尼尔直接把球给扣进。乔纳森，哇，这边切进来有点困难的。哦，两分球是五投五中，吴佩嘉球掉了，丹尼尔拿回来，回扣一个。还有点时间，乔纳森选择切入高抛，哦哟，今天第二次了，阿拉萨，哇，这石破天惊的一贯呢，哦，在上半场时间到点之前，空中补篮，空中补灌，硬是把球给压了进去，还有一分多钟，哇，这个球直接被抄走，张巨神，哦。就开始准备起飞啊，这是战斗机起飞啊，我的天哪，哇，这太惊人了，再看一次啊，这年度精彩好球啊，哇哦哦哦，183公分，张俊生，这个真可怕，乔纳森在另外一边，小球再给到篮底下，阿拉萨暴扣篮筐。台艺大真的还是够拼啊！那阿拉萨在禁区里面，哇，